这个结构好像也跟 Q8 一样，也是三个螺丝式哦。对，反正要把全部螺丝拿出来，不管三个也好，四个也好。哎，你这个电池不要先拆掉？不用，线不用先拆。啊？不用拆。不用拆。不用焊的。电池不焊掉会不会出危险？最好你。如果不专业的话，最好还是焊掉。啊，就是焊掉。它的电池好像挺软的哦。对。要加点这个，你那个水是可以洗那个胶的是吧？对。啊，就是要洗那个胶的水，然后。让它降低它那个粘性啊。哦，它会把那个粘性的东西给去掉。这个是那个那条线是那个平的那个 LED 哈、哦。不是，那个屏没有 LED 线的。那这个是什么线？天线。天线。对。哦。还有这个要小心点，不要乱。就是放鱼棒的那个位置哦。啊，一个放反的。哦，平的位置是吧？它这个有防呆吗？有什么？有没有防呆？就是说反的方向是放不进去的。没有。哦，没有防呆啊。那这个方向要怎么对呢？就是要记住。自己认嘛，记住对。Q8 的平排线跟数摸排线是在同一边的。哦。这个九寸是反方向的。哦，九寸在反方向 ，OK。然后这样子放进去，有扣位不是没扣进去吗？要轻轻扒一下壳。嗯。轻扒一下壳。放好，装回去。先上螺丝。三个螺丝先送上去，然后再装平。像这个像这个平的线，会不会很容易就是这样插进去，会不会很容易插的不牢靠，然后松动什么的？一般黑黑的扣紧就可以，扣紧就一般不会有问题哦。嗯。然后你那个胶没掉之后，要不要再抹点胶上去？你看一下啦，你自己感觉如果就这样子还是很黏的，这个哦还是挺黏的，嗯，哦，你那个水叫什么？叫抹机水是吧？对，抹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对。哎，感觉这九寸的那个结构比那个7寸的更简单，是不是？对，9寸是最简单的。九寸最简单，为什么？7寸还更最简单，它的结构。为什么比7寸还简单？他们帮公司开发出来就是这样子嘛。哦，不错，这样就搞定了。搞定了。哇塞，成功工艺太牛了，直接电池都不用拆，这样直接三下五除二给搞定了。没有，那 Q8 也不用拆电池，其实。哦。也不用拆电池。你熟弄久了的话就很简单。那像如果没拆电池的情况下，像刚才那样，你把它拔掉之后，它那时候还是处于开机状态，对吧？对，就是怕你弄不熟的话，插这个排线的话要插很久，它就会短路的话，它就会烧掉 IC。插
擦屏擦很久是吧？啊，连焊电池嘛，它是处于待机状态嘛。哦。